呢，其中一位呢 女主还担任了制作人，掌声欢迎贾静雯、柯佳嬿。两大事后，贾静雯跟柯佳嬿首度合作新戏，还特别找来许久未在荧光幕露脸的资深歌手 Billy。Billy 剧中要一起跟两位实力派女演员飙戏，还要当他们的母亲。这回贾静雯首度担任制作人，透露光是邀 Billy 演出就经过一番努力。Billy 姐答应的时候，其实真的所有人都觉得说，啊天哪，七八个月时间过了，终于让 Billy 姐点头了。因为应该会觉得我们的选角就是 Billy 姐，除了她，没有任何人可以演这个角色。贾静雯历经七个月陪她做瑜伽，还跟 Billy 儿子周汤豪变朋友，最后才让她点头答应。但我觉得很开心，就是也自己入行那么多年，也总是要多一些的学习。第一次当制作人，贾静雯透露最大挑战就是选角。除了他以外，其实演而优则制作的还有林心如。演员只专注于他自己的事情，可是一个制作人很像一个剧组的大管家。2009年开始，林心如转型当制作人。2011年还因《倾世皇妃》拿到年度最佳制片人奖，不断突破自己。总有一天，我会复兴楚国。我会将我的杀父仇人碎尸万段。这些女明星们利用不服输的精神开拓事业另一波高峰。记者黄家伟、李玉涵台北报道。